没用的奴才，朕要喝的水你怎么也弄不到啊？你想渴死朕啊？奴才该死，万岁爷，王公公就找了这么一点水，全在这儿了。你看这是什么水啊？这么脏的水，一凉镇河，你想害死朕呢？啊！我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。万岁爷，这是全军最后的一点水了。万岁爷，刚才奴才该死，没把他给接住。万岁爷，都是奴才的罪，害了万岁爷，奴才实在是无能啊，万岁爷。 太师，据属下暗地观察，土木堡无水可饮，明军已乱了军心。好啊，太师，那我们马上进攻吧。派贝罗前去与明军议和，还要与明军议和。只要明军能把黄金白银、绫罗绸缎和珍稀珠宝送到本王这儿，本王可以放他们一条生路。太师竟如此贪财，休得多言。贝罗听令，是。什么？ 交出所有的金银财宝，否则你们全军得葬身于此地。啊，贝罗将军，好商量，好商量，容我等再商量商量如何？皇上，事到如今只能议和了。再说金银财宝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先送给瓦剌再说。难道我堂堂大明的天子，非要向小小的瓦剌委曲求生吗？ 皇上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现在把这些金银财宝送给瓦剌之后，我们突出重围，再杀他个回马枪，这叫兵不厌诈，绝处逢生啊！好吧，那。 就议和吧，太师，明军已将所有金银财宝悉数缴纳于我，我看明军连日已无水可饮，无智可言，只要一开战，必定一触即溃。太师，那就开战吧。<笑>既然明军将黄金白银、绫罗绸缎还有珍稀珠宝全数给本王送过来了，那本王自然要按协议去办了。江峡谷口的大军全线撤退，放明军一条生路。太师。 你真的要放明君一条生路？执行吧，太师。瓦剌退兵了！瓦剌退兵了！快看！ 天助我也！天助我也！恭喜先生，这下有救了，这下有救了！好家伙，传我的将令，大军开拔，杀出一条生路来！大军开拔，杀出一条生路啊！注意皇上，快点跑啊！ 水啊，痛快！这在宫里啊，还没有喝到过这样干裂的好水啊！
皇上喜欢的话，老奴就打几桶回去，皇上再慢慢的品尝。好主意啊，王先生就是主意多啊。哪来的炮声？欺人太甚，今天我看你还耍不耍威风。
杀。老臣，为你尽忠了。